热血制造最强频道 passiontimes.hk。 嚟啦，起身，好啦，好啦，咩咩咩，加下小菜，一叻即係跑一半個叻啦，二蹬住，三抌，四叻 ，A B C。六分鐘，八叻，九係喎，九就係開分鐘，準備，開始，女仔 hold 住得。教過你哋一個叫做 farming carry 嘅嘢，係攞嚟譬如有人受傷嘅時候。要最好的方法，怎樣可以將你的同伴帶嚟呢個地方 ？OK， 過咗膊頭，直箭車啦。跟住唔係就咁跳上去，跟住你個身直嘅。OK， 你踎低，跟住將佢過曬咁滯啦。撐起佢，成個人要平衡嘅，跟住帶佢走。OK， 練習下捧你先，唔識就問我。要教的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剛才那個動作，有些都還是做得不好，不過不要緊，練習以後會很有用的。無論行動或者你街邊行街見到人受傷，要即刻帶他離開的話，好像剛才那樣帶，最快最妥當，一個人做到 OK。 現在我們做完運動就做少少 cool down， 很慢地跑一圈回來拉下筋，跟著我們完 OK， 好不好？好，來來來，今日多人 We have lots of people today training with us。 未來會越來越多人的， It will be more and more。 而今天第一天有女仔啦， It's the first day we have ladies to join us to work out exercise。 我想說一個做跟操的一個態度，有人的進度會快一點，有人的進度會慢一點，有時你會未必 pick up 所有的動作，你可以正如剛才教練所說，英軍所說，如果你真的覺得不舒服的，告訴教練讓他可以 take care 你，但有時你會跟不到的進度，有時可能會覺得太快，你可以做慢一點。 Let's say OK， 做這個叫什麼？這個叫做Burpee。 OK， 有人做到有人做不到， OK， 你做到你做，你做不到做慢一點，做慢一點 OK。 我們要表示我們的respect for 我們的教練 for 我們的 partner， 如果你真的追不到進度的，慢一點，掌上壓做不到那麼多下的，做慢一點。其實由一開始我設計 day one 的時候，我設計這個這樣的 routine 的運動呢，已經是想告訴大家，一個人在跑的時候，其實跑的不是只是你自己，你是為你們的同伴大家一起跑的，因為你跑得幾慢，你幾吃，你幾舒服，你的同伴就有幾辛苦在那裡做，所以不是只是為了你自己而跑的，是為了你的隊友而跑。你跑得越快，你的隊友就越舒服，你越懶，他們就越辛苦，所以這個是對自己的尊重，對自己和對你的隊友的尊重。不要偷懶，不要勾做，好像大坎說不要勾做，慢點不要緊，今天大太陽一點，大家會做得辛苦一點，但是是這麼辛苦的了，因為要身體要去到你疲勞的狀態，你才會進步，你肌肉知道痛知道累，
你才會進步嘛。OK， 今天到此為止，都是喝多啲水。如果抽筋咧，就在你的水裏面加啲鹽，食嘢食多啲，補充翻身體裏面失去咗能量。OK， 身體就會強壯噶啦。OK，thank you。